42平方 S 船二期，卖390万泰铢。它这个格局是要大一些，像有一些的，它就是衣柜，完了就是卫生间了，它这个明显要大不少。这边也开阔一点。看一下阳台，阳台也大一点，这边可以看素贴山，这边 S 船一期。